这是我跟妈妈一起擀的，然后我还涂上面粉，然后呢弄得好均匀，然后不够粗，妈妈就在检查。再来呢？然后呢就擀成平平的，然后接下来切成三角形，然后卷卷卷，然后拿去烤。小心，要不要切到你自己的手啊？切一刀，然后把它拉开来。两面，不能再拉，不能拉。拉开，好了。然后不，它从这边这样子卷起来，卷起来。这样。好了。还是我帮你切，你来卷。我也是觉得这样子比较好。